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嚟到搞乜咁科学？呢个系由一个数学老师同埋一个生物医学博士倾下偈，顺便探讨一下有趣科学知识嘅 podcast。我系 Keith， 读数学嗰、那个。我系 Abalona， 读生物嗰、那个。我同 Keith 都系好中意一啲神奇有趣嘅科学数学知识，每次约出嚟食饭，一讲到科学就停唔到噶啦。停唔到度，我哋决定要开一个 podcast， 同大家分享呢啲不停 surprise 我哋嘅知识。每集我哋会就住一个主题倾下相关嘅数学故事同埋科学知识，其中包括点解填满世界地图只系需要四只色？老虎啲花纹系点嚟噶？咩叫做地球三文治？点解唔同人体嘅颜色会唔同嘅？吓，真噶？真噶，等我用科学说服你。大家可以在你们听 podcast 的地方，或者 YouTube search 搞乜咁科学 GMG Science， 或者 follow 我们的 IG at GMG Science 搞乜咁科学。欢迎大家在嚟紧每一集 join 我们这个饭局，一起轻轻松松听下故仔，一起俾科学和数学唤醒大家沉睡在深处的好奇心。我们下集搞乜咁科学再见，拜。